有一个女居士啊，她这一天呢带了三千块啊，去逛百货公司。那么到百货公司以后，她呢买了一件衣服啊，花了一千五百块。那么一千五百块以后，她就把这个剩下的钱就带回家去了。但是在途中呢，遇到了小偷啊，这一千五百块被偷走。 偷走以后，他一回家，哎呦，这个本来是剩一千五百块，他一打开，一千五百块丢掉了。他内心一想一想，哎呀，非常的欢喜，还好我要买这件衣服，<laughs> 我要不买的话，可能丢了三千块了。啊，那么就是说呢，我们凡夫在受用果报啊，很难十全十美啊，有光明面就一定会有黑暗面啊。但是有些人活得快乐跟痛苦啊。 这个受用引起，就是说、啊，每一个人的思想的方向不同，有些人的个性呢、啊、比较悲观啊，他就是喜欢去思维人生的黑暗面啊，所以这种人你要让他快乐是比较困难。就是诶，从前生的一言，你的业算不错了，你各方面都很是满意的，但是他还是闷闷不乐啊，因为他的。 他的心里面所想的都是他那个那一个那一个部分的黑暗面啊。那么有些人是属于乐观型的啊，他容易去思考人生的光明面，所以他有一点点的快乐感受升起啊，他感到满足。